对身体健康，如果你有太多的问号，不要怕，今天就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要维持全民健康。请你打开报纸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活下去，我们是不是该醒觉，开始少糖少盐少油生活。早上喝一杯牛奶能帮助成长，骨骼健康让身体更强壮，营养好能满足大人和小孩。不要忘还有健康饮食，禁止它，饮食均衡能增强免疫力，喝 ProMax 是我最佳的选择。